这个是我在常州一见钟情的女朋友，叫小倩。伯父好，这是我弟弟，那个是我大嫂。先到客厅去坐一会儿吧。妈，儿子，嗯，一块儿过去坐会儿。我想多玩会儿，把这杆打完了，你过去招呼客人吧，对人客气点。 小倩姑娘，听说你在常州开烧鸡铺，是不是啊？是啊，开了很多年了。你家里有多少人呢？是哪人呢？来香港多久了？就我和我妈俩人，我们是北京人，来香港已经7年多了。那你爸爸呢？那在不在这儿啊？我这。 竟敢口出狂言，混蛋！小飞，你女朋友干什么？嘘，她现在不是我女朋友，她是包公。来人呐，狗头铡伺候！你又不被包公了？我全推出去斩首！哎，老婆，老婆，爸爸，你没事吧？爸爸，给我拦活！ 伯父，我们说到哪儿了？我告诉你啊，你们家有点那个。对了，小倩在常州是出了名的灵童，我猜她是刚才看到我们家里有点不干净，把我们赶走了。老爸，您随便封个红包给人家吧，就给她5000块凑合了。大吉大利，大吉大利，收下吧，谁倒是收钱。